唯一的你和唯一的我，别人我都不要。第一，第二是爱的死去活来的是永远的那一种。第三，不管怎么分怎么离都不能分也不能离。天主对我们的爱也有这样的那个体现。对的，知道耶利米亚说，上主自远处显现给以色列，我爱你，我永远爱你，因此我给你留了我的仁慈。耶稣给我们启示天主是怎么样的天主呢？是一个非常容易生气、容易妒忌、常常要惩罚人、要把人一下子就消灭几万人、几万人的天主吗？不是，那是古代以色列人的想法。耶稣给我们所启示的非常清楚，天主是父、天父他使太阳上升，光照恶人也光照善人，降雨给义人也不义人。天主是众人的天主，天主不是只是某一个民族某一个人的，是天主教徒的天主，不是天主，不是某一群人某一些人的天主，天主是全人类的天主，好人坏人义人恶人，天主天主就是每一个人的天主，每一个人的天父。完全结合在一起了，充满耶稣的生命了，它是一个活生生的，可以解出很多博士来的，这就是父的光荣。可以说父的光荣不光在于我们口上去赞美，而是在生活当中结出真正的果实来的，爱的果实来的。